这边开始集体社恐了，给你打视频，集体社恐了，这才是你给他们的精神礼物。真是，我觉得比我们表演才艺有用多了，真的是，一刻一下脸就红了，这你太恐怖了。哎，毛毛，你要想演，你演谁？说一个那个你能接受给他打电话的人。你看谁？你演谁？哎，我觉得那个王启年也不错啊。王启年行，但我想的有点累一点。大人，我可能谁演那个谁演那个。宋轶演的那个若若，对若若，我觉得若若很、很魅力，对，很好。对，上次那个宋轶来的时候，我就说她很适合演那种又善良又智慧的那种女性角色。哦，你会想演范若若？我觉得她是一个就是在那里边就是各方面都挺好的一个人，没啥毛病这人。对，哟，谁呀、啊？打回来了，对不起，给我打回来了。不接不合适吧？不行，不好吧？救命啊！不接不合适吧？哎呀，太厉害了！哟，素颜就这么帅？救命啊！素颜就这么帅？你认识他吗？谁呀、啊？童老师，童梦刚起啊！啊，我们是在录节目呢。我刚才一说到你吧，就是对面的两位朋友就开始社恐了。啊，一位叫做毛不易老师，毛不易老师与。雪琴老师，哎，我这也有、啊。我知道这个节目，那个毛雪旺是不是很喜欢是吧？对，我经常刷到。那要不然你赶紧过来吧。啊、你们家住这地方在很近哦。他社交悍匪，你别管他，对吧？我们假装看他，假装看雪。哎呀，这个真可爱。进来吧，最后把唠款唠的，越传越近了。哎，你好，你好，童老师。哎，你好，你好，别谢。你好，那个啊，哎，他怎么脸红了？雪琴，你不好意思打扰了，因为他们问说那个喜欢哪个角色，我说喜欢五竹，这个刘端端老师，在社交上比较厉害。太厉害了。是是，欢迎你来毛雪旺啊。有机会可以来玩一玩，很近，就在对，很近，你家离得也不远，要不收拾过来吧。哎，很喜欢这节目，我很喜欢。感谢感谢，赶紧来吧。那你给一个屏幕吧。哦，哪个屏最 OK？ 哪个都，你找一个。我发现咱们这几个人吧，搞气氛一般，为难别人，但是实实在在的在行。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涂梦石，在青年二中扮演。产生了一条 ID， 现在。那个。希望你早日来毛雪旺玩。这个很喜欢毛雪旺这个节目。没错。你瞧，真的是彤彤素颜都这么帅，真是。行吧，啊，有点突兀了。谢谢。啊。行，你们玩的开心啊。得嘞啊，拜拜，彤彤啊。其实挺遗憾，长那么帅，但是却看不见脸。很帅。你刚才你脸色恢复正常了。我恢复正常，我多吓人呢！你突然嘎就举过来了，我突然就得跟他说话，你这个。对呀。彤彤给我发信息说他刚才懵了一样，我们起码还有个准备，他可一点没有啊。悍匪，太悍匪了。你们能接受吗？如果就是比如说录节目就私下聚会，然后忽然来，就是、起码得这个人我先见过，对吧？一个很突然没有见过，你这太恐怖分子了，啊、这太悍匪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包的什么时候呢？但很有意思，我们边上的人看得很开心。你完事没有啊？包看他的时候就很开心，看他那个样子。亲爱的，不好意思，又有人来电话了。看是谁哈？喂，端端。喂，哟，没做头发呢。这个男人正路呢，没关系啊，没关系。这个男人太可怕了，这种社交悍匪，哎呀，太可怕了。哎呀，包子哥，然后还有两个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的朋友。啊，我认识。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不认识。那就递给不认识。毛毛了，毛毛认识。我先打一个招呼，再到。哎，老哥。Hello 哥，现在那个刘端端老师现在就主要是让我们跟自己有可能不认识的人见面。现在毛毛跟你没有见过，交给毛毛了。哎，你好，你好，是是是，看的人总是很欢乐。我是不是太打场？太厉害，打场这个环节很棒，我觉得很精彩，很精彩。
我正在化妆呢。是是是，看出来了。祝你化妆顺利。哇，好客气啊！祝你化妆顺利。哇，化妆还能有什么不顺利？T 哥怎么样录的？昨天演了。有没有被淘汰啊？我不能说。哦，是不能说。我想问问，对对对，龙哥怎么样？能问吗？龙哥怎么样？龙哥。哦，梁龙。龙哥。啊，行，那就行，我就。秦昊。梁龙。那秦昊呢？也没问。你那个欲言又止了。我们俩关心一下，我们俩这两个朋友怎么了？没问题，没问题。行，你那个，你到时候跟 P 哥的朋友来一下吗？行吗？我不就是 P 哥的朋友吗？您是这一期。我很想跟几个皇子一块儿。皇子，这不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们都是挨人，只有老二是个艺人。哇，二皇子现在把我俩弄得整治了，我俩，给我俩一顿整治，治的服服帖帖的。你们再看一下聊两句吧。哎，我跟毛老师打个招呼。打过了、哎。拜拜。拜拜。快拜。你看毛毛也是挨人。对，他也是挨人，今天就有一个亿的啊，你加油吧啊，拜拜啊。加油啊，就完事了。那你哦，对，跟听众先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也太奇怪了，他看你。哎，不追我了。摄像机上墙了这种。啊，你那不是也是吗 ？GoPro。我养。哎，等我弄反了，对不起，能不能？哎，行吧行吧，你们聊吧啊，你们录吧。啊，行吧啊，这么着，拜拜啊，嗯。还有没有人？你再来一个。上瘾了，我先上瘾。上瘾了，有点看着别人差不多得了。你花一份钱想请多少嘉宾？不能这么蹭，稍微蹭两个得了。我都不好意思，被制服贴了。还要水不？不用不用，哎呀，这家伙。别忙活了，我这我要不再站着，我就容易找。汗如雨下，这热场了，这算是暖场了。真厉害呀！除了有点害怕之外，怕了，太抱歉了。我们被毛雪旺彻底拉黑。不会，你再来，下次你再来，你挺精彩。我想好要给哪几个人打视频。对你挺精彩。通常拍一个戏，就是大家都会变熟，是吗？不好说，也不一定有不好说的时候。分剧组。分组。咱们这个组，我觉得气氛特别好。那你们在戏里边其实不是老能见着，我们有个群，每天就是一到那个饭点，云哥 call 一下，艾特所有人。哎呀妈，那这么用心给你们做饭，很厉害的，什么都做，我吃过的好多，就中式的、西式的，什么全都做。我吃到了他做的有那个鸭腿的三明治，还有一些川菜的。听着多复杂，鸭腿的三明治。鸭腿就是它叫什么？油封，用鸭腿煎出来那个油封的什么什么东西的，就是这种词儿都，就才没见过的那种词。他哪有时间呢？拍戏那么累了，我也很奇怪，那么累，他那么多场戏的，还天天做饭。我觉得对这种事儿可能是一种就是解压。对，他就热爱这个，热爱这个。我觉得这个生很懂生活。不好意思，我就来一个，是又是谁给咱们拨进来了？彤彤。哎呀，快结束了。哎，彤彤咋了？彤彤又帅了是吧？彤彤，不是。啊，你现在想找雪琴吗？你要过来啊？不是，你刚刚是啥意思？我刚才是你愿意过来就过来。不行，我没给钱，没给通告费。要钱吗？别了，你这难太难为人家。不要钱。我不敢。那行吧，你先，你自己跟自己跟最喜欢你的雪琴自己说吧。我没给通告费，现在没。没事。你别这样，多不好啊！不好吧？我们他能说因为来了费不来吗？那不太好吧？不是你自己整的事儿，你自己解决，我咋解决？你说我们不让来，好像不欢迎似的。完了，你说一来又像蹭人家。毛毛跟雪琴他们都不好意思说，下次专门请你来。啊，不是，对我怕没给人，就是人家就来了，就不在，就不好经纪公司啥的。啊，你看他们是这个顾虑，说不找什么经纪公司啥的。不给人钱就麻烦了。顾虑这个没事，这个不重要啊。来吧，因为我给你去一个嘉宾那位置哈。那咋整啊？那现在我打我先给你发过去哈。哎，牛了，太牛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我不知道他经纪公司同不同意。那什么，石头说 OK 的。我觉得平时我们哥几个也大家聚了，这不是哥这节目吗？节目是吧？哦，我觉得是啥？彤彤人很高兴愿意来玩，他也想见到你。那行，他自己要非常想，我们当然欢迎。你想喜欢，我就怕人。彤彤都已经说了，他很喜欢毛雪旺这个栏目啊。那我跟他说，
彤彤现在就是比较担心，怕你的经纪公司在乎这件事儿，让把你给直接叫过来事儿，你自己看看哈。关哥真行，真行啊！这个感觉无形中给你加班儿，给你们。不会，我们倒是挺高兴的，主要就是怕播出来挨骂。真的吗？因为我实在是不太懂这些东西。不会不会。我以前录节目就是考虑特别多，就是我以前我不做任何的话术的输出，那这样的话就是我因为觉得怕出问题。但是其实很多年就这几年为什么敢去做输出，因为我觉得看到了很多骂声。骂你的。对对，你被骂着骂着你有时候也不给自己立一个损，慢慢会好很多，你会放松很多，其实那种放松会更方便你做自我。但是有些就没有对错嘛，就观点不同嘛。而且我有没有必要把真实的自己拿出来让大家点评？是的，是的，确实有点儿。但你要不，那你要说你啥都不输出，那你节目也没法做了。对，难的。你会被人？我还算大家对我相对比较包容的。哦。但是一旦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就格外刺眼。对，一百个评论里面有一条你都看到，就他说我对，对，你真的老能看见他。这个可能是他的兴趣，就跟就是做饭是一个道理，他就想，他就爱好着。对，有这样的，后来我也遇见这种人嘛，他就是讨厌你，就是你不论你做什么，他都是讨厌你的。原来大家都有这种困扰，那我就放心了。真的每个人都有，因为我常常有一种就是想要大喊大叫的冲动。哦，是吗？你会有？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场合适合我做这件事儿。唱歌，开演唱会的时候，演唱会也是你还得抒情啊，还不是那种说呐喊型，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来个怒音，怒音，有时候常常想大喊大叫，想摔一些东西，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啪，摔麦是吧？你也会有是吧？我没有发泄，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的，但有的人，比如说他可以通过运动，或者是做菜。上网骂明星，原来就是这种啊！绕回来了，来吧，同志们，原来还担心这个啊！对吧？这么荒谬吗？我正睡觉呢。谁？哎，来了！哟，这么快呀、啊？哟，你们主人，你去吧，哥，你快去、啊，我去啊，快去，多不好意思啊。谁呀、啊？猫眼。叮咚，叮咚。嗨 ，hello、哦。这么荒谬吗？是，多少是有点儿。哎呀，东哥，哎呀，真行啊，哎、请进吧，来吧，快请进吧。突发事件，特别不好意思。哇，你好，真行，感谢对我们节目的信任。谢谢李老师，来了之后得先才艺展示一下。啊、真的啊，真的。后悔没？现在走，真的，现在走已经来不及了。对，现在就走，来吧。你们是快结束了是吧？基本上到三点差不多。哦，那行，那正好，正好。对，正好。来吧。你那啥，你喝点啥？我我这有点反客为主的感觉。太好了，好。好，那你倒点水吧。啊，我们这有一个才艺展示，就是到了人先唱首歌，给他俩笑。真的假的？啊，有点不好意思是吧？没事儿，你唱歌那么好听、啊，那来吧，那来吧。有 KTV， 有 KTV， 那是后面 KTV， 啊。你是刚醒吗？我刚醒，打电话的时候刚醒。哎，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是你演那个带的时候，你当时就是正经是看不见的吗？第一季其实不太能看见，第一季因为它厚，而且是布的。第二季给你换纱的了，对，第二季你就是能看见，能看见就是、影子轮廓，对，能看见大概谁是谁，但是拍打戏就比较困难，而且是晚上拍打戏就比较困难。哎呦，你那打戏挺不好拍哎，还有个自己打自己的，对，是那个跟那个神庙使者，对，神庙使者，跟长一模一样的，对，差不多，都是一个生产线上。刚才我们都说就是想演你那个角色，你有没有想演别的角色？你就觉得不是演五竹的吗？影子。影子，苏建。一点脸不露。想演影子，那这不没你了吗？那不就没剩啥了？不露眼，现在是整个脸都不露了。哎，彤彤，你跟毛毛你们认识吗？没有，我第一次见，对，但是我很早就知道他，很喜欢，真的很喜欢。
你们都是爱，你是爱人是不是？爱音乐的人吧，应该是。是是是，我是爱人，我肯定是爱人。那怎么？哎呀，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没有。哎，我真的有点捣乱。不会不会，一直想来这个节目呢。哎，真的吗？真的。竟然看真看过我？真看过，我心里就想啥时候自己能来这个节目。啊。哎，自己再努努力。哎呀呀呀呀！我们还说单独，没有说单独，这回来有点太，没事，不好意思，没事，我就住这附近。我就是，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啊。对镜头。今天多少有点仓促，下次你这个再来，下次我得妆发一点，对，妆发完了，妆发下次再来一遍嘛，对吧？至于后期能瘦个脸，不，你脸已经够瘦了，你已经够瘦了，非常瘦了，你够瘦了，再瘦没了。你可以现在对着镜头说，下次观众们下次见，然后让后期给你滤镜。那个修图，然后之后那个磨皮、大眼儿什么的，这些妆造造型儿，行。还有下一次，还有下次，下次跟下下次。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来过了还能来，是吧？反正我是没机会再来。就大家，你有机会，你会，我跟你讲，这不是常驻吗？这以后无尽的岁月里，然后导演组都会提醒刘端端老师怎么样？我这期出来我会被观众骂死，不会，绝对我们导演组会非常想让你来，会非常想让你来，对，你绝对会常来的。你太来来来，你太适合这个节目，真的吗？来来来，谢谢，感谢各位，谢谢，太感谢了。你跟五竹的戏多吗？不多，我们俩没戏。对呀，但你们平时太在一起。我们平时对吃饭，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了，纯私下关系，你们俩属于是。对啊，根本没有什么对手戏。见不到，在现场根本见不到。哦。我在现场就见过三个人吧。那个范闲、范思哲有一场戏，啊、这若若这是前两啊、哦，对，范若若有，啊、还有那个王启年也见过，婉儿、啊、对，没了，就这几个人，这就是我的社交圈。因为我觉得我们心中有那种说咱们啊，我跟童梦石我们认识十年了，我跟童梦石，哦，你俩认识这么早，就去年一认识的，对，去年一认识的，然后可能在我心里觉得呀，我跟谁谁我们认识五年了，我跟谁谁我们认识四年了，哪怕你们十年中没有一直在联系，但是在你的心目中，你觉得这是你的一个熟人，这就是风象星座，哦，是吧？对，哦，你会这样吗？不会，我会耶，你会啊？我有时候会觉得这是我的熟人，对，就是你至少会比你刚认识的人对他有更多的信任，啊、哦，我会觉得就是。我俩就认识很多年了，但虽然我俩只见过一面啊，但从来不联，我也会觉得，哎呀，对我来这是一个老朋友的那种感觉。应该气场的问题，可能是会这样。对，个别人吧。那肯定是个别，不可能说每个见过一面的你就说这我是那不会。需要画画的还是要是吧？对，还要画画。对对对，忘死死的，正好你们仨留一幅对画要在这里，这是我们这一季的内容。咱几个人中有会画画的吗？天哪！我不会画画，随缘。那就先来。哎呀，咱们一块都画在一个里头啊，没事儿。哦，没事儿，不是一人一个板吗？没事儿，你是属于单席嘉宾，个人 solo 了，没关系，无关紧要，我们围着你。我不要，不用不用 solo， 想 solo 一人很明显。不用不用，我看不用不用不用，这很这挺好啊。你大画一张，真的，你 solo 一张。啊 ，solo 一张啊，行，那行啊。我看弟弟都拿了另一个板了，然后我以为一人一个板。我们就喜欢 solo 的感觉。这么忽然给 Q 过来，不许人 solo 一下了，真是。对呀、啊，你 solo 一张。太过分了，我要换啊，画，好在这儿吧。我画一个皇冠，可以啊，好运最后称帝的人嘛。嗯。彤彤可以画一张脸，然后上面蒙着一个黑色的那个东西，一张圆的，然后黑色的，对吧？下面一个嘴，一笑。你可是全世界最了解五竹的人。那我画一个，我画一个就叶就行了，叶，因为二皇子嘛，叶，像兔子，哦，还真是啊，可以，毛笔字，那你可以，你这画挺好，还是很蛮好的，挺可爱，哇，小郭你是会画画的，这么简单，这还简单，这多难呢，对呀、啊，这可画不出来。好了，好了，感谢，太棒了，感谢童老师。那我们合个影吧。好啊。
终于把你变成回忆。来，自己找饭吃啊！我拿着这个。来，我再找，我能找。可以，来，三二一，完事儿了吧？完事儿了。谢谢毛毛。哎呀，谢谢哥。谢谢谢了钱。哎呀妈呀、啊、这谢谢谢你呀、啊、端哥。不是我这太捣乱了。真的你可太适合这个、嗯、这种节目了。太社恐了。真的你太适合这节目。社交恐怖分子。你们去选的时候就是你们现在的角色吗？人不想演同类的角色。会不会因为演了这个角色导致大家找你的角色都是差不多这种，想往其他的赛道转，比如说悬疑。我特别想演成年人。那你现在还是演小孩多。最次最次大学生演。我以前就很喜欢。有一天我跟老霍来拍戏，正好有朋友来探班啊，我一听，那你怎么处理的？就直勾勾的看人家，红呗，脸红呗，腿有点软呢，这样子。我见到喜欢的人不敢说话。你谁啊？对的，什么意思？今天要来两位精灵啥的，音乐精灵。啊，好拉风啊！我要请回三亚，快上车吧，妹妹。别，哎呀，别叫了，学琴。哎，好热情啊！你眼睛很美呀、啊。你也谢谢。我一辈子做好朋友，我们还是海南人民好、啊、还是海南人民好。还有林林子也眼睛也是好好看，你看有点像吴冠中老师。嗯，那个表演节目你喜欢吗？我这个人比较懵。我也看到热搜了。那你那是尊重吗？我当时就是我在上面哭。这不是演那个音乐剧吗？第一句上来声音就不对了，还卡了。那你不能，你也不能这样。然后第一段的时候还各种忘词，然后我就哇哟。看完后就在各种吐槽我。你失误过吗？失误过，笑场。但是。